这个大一点也挺好。一会儿就关了，别动了。应该是动了。哦。是的，自动。是吧？关上了。老师，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在武当山。当然知道了。对，转了三趟飞机，创造了我一天当中的记录。昨天从澳门到成都，从成都到武汉，从武汉到武当山。因为有一趟飞机没赶上，所以呢，我们就转了一下，绕了一下。哇，天气太好了，虽然很冷啊，但是武当山的山还是非常雄伟的。尊敬的乘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乘坐客运索道。可能一会儿。安全第一。索道运行途中，请善待乘客。我是去公主岭医院看望你父母的内蒙赤峰的小伙子。谢谢你啊！注意，吊箱内禁止吸烟，请勿抛抛弃吸物。别提到，哎呀，突然提到父母，在索道我一下眼泪有点要流出来。请将头、手臂伸出窗外，以防被障碍物刮伤。感谢您的小星星理解与配合，祝您旅途愉快。卡卡卡卡卡啊、哦！你那也卡是吧？来，给我拿一会儿。我拿。夏末。感觉这是离太阳特别近的地方。这海拔大概有个2000。没有是吗？1000啊。但感觉这山好高啊。嗯。你查了。嗯。海拔1000。问了。如果海拔2000，呼吸会稍微的会有点小问题了。嗯。所以海拔1000还好。嗯。大家早晨好啊。今天闲来无事。来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天。哎呀，回头看一看，我们已经在宝顶之巅了，在山巅了。大家有听我的新歌《华夏》吗？又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武当山索道由奥地利多贝玛哇，还走很远为单线循环通话报索器八人吊箱式。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719-5689-800。你所乘坐的车厢是14号，最快时速可达每秒6米。舒适快捷的速道将使您饱览巍峨奇秀雄伟的武当山奇峰景色，并且能感受到身在云海。我在缆车上。为了您的，大家应该也看不到后边的山吧，会有点逆光，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得到。上车时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山顶了，坐着缆车。客厢自动开关门，为了您的安全。我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的游览武当山。请勿将头、手、
伸出窗外，请勿摇摆车。今天我会一直在武当山上工作，今天要拍一版，所到运行中，就是湖北武当山版的万江。请乘客不要慌，拍一支 MV 啊！等待车厢继续。对，这是和湖北卫视合作的。到工作人员的指挥，请您照顾好身边。这个事情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啊，所以如果再不拍，就已经新年都过了。下车时，昨天从澳门的没信号，没有了。请您保存好票证。山上没信号，有可能。下车后，请按还没有吗？迅速出站。那我这边显示的有，你刚刚现在有，现在还是卡，感谢您的一直卡。哦，我看看。欢迎您再次乘坐武当山索道。Dear visitors, welcome to take Wudang Mountain Railway.Wudang Mountain Railway is designed by Doug Mayer of Australia. It is modern cable passengers era railways with detachable brake for 8 people. The top station located in the line pit and the bottom station is in Chin Long Tai with a total of 1.5,000 meters. The vertical altitude is 650 meters. 太美了，就像山水画出来的一样。To your safet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notice about riding. When you get on, please listen to the workers arrange. Get on in proper sequence.哎呀，如果没有缆车，该怎么能够爬上去？只能一点一点爬了。鲤鱼跳龙门。Waiting for its running or ourselves conduct. Those who have hypertension or heat disease, alcoholics, fragile men, and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height. Please do not take the roadway. Please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If you need some help, please inform our workers. However, the article is not allowed to take in the cabin. Please keep your personal effort when get off. Please keep your...尊敬的乘客朋友们，你们好，前方即将到达索道上站，请您坐稳扶好，吊箱减速进站后，请您带好随身物品，这就到了，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儿童及残障人士，做好下车准备。吊箱门自动打开后，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秩序的迅速下车，并按引导标志从出站出站。哎呀，这个哈欠打得一点都没有礼貌。祝您游玩愉快。好，我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有信号啊。哎，你们都没戴手套吗？没有。啊，耀辉说他不冷，因为主要一会儿得拿着手机的。好，又下来。下呀。走，这个索道还蛮稳的啊，是吧？对，它是那个瑞士的那个索道。哦，是的。要是一定要揣运气啊，它这个路还不是特别好走啊，还要走一圈是吧？要走会儿。走多久啊？十几分钟吧，应该。我这体型得走半小时，估计您可以走20分钟吧。我天啊！我的天啊！先喘运气，千万别走急了。那就慢慢走吧。走急了容易喘不过气了。好，慢慢走吧。嗯，英杰他们上来了吗？嗯，上来了。那我们就当溜达吧，就当游览了，慢慢的往上走就好。没等说呢，我这腿怎么像灌了铅一样？对，啊，
我们是要爬到最顶峰吗？对，就上面那个位置，红色那个位置。啊，红色的那个。其实也不是特别远啊。昨天不是说十分钟吗？没事。昨天说的是二十分钟，多少分钟也得走了。昨天说的是二十。啊，估计他走了十分钟吧。这前面还好，后边咱们顺顺气再走。啊，撵着。哇，什么味道，好香啊！下面的小吃啊，下边的小吃，我吃了一点东西。哇，你怎么现在就喘了？我胖嘛。您估计你好，这是我们那个湖北卫视宣推的老师。哦，是这样的。对对对，他在宣推。对，湖北卫视啊。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在上面的这个任务还有点重，有点重啊，有点重，因为我们要拍个几个小时吧。我们预计的是12点多就一定得撤，因为后面还有两个大景，所以上面这个呢就是可能得抓紧时间拍这个。啊，哎，您觉得累了就稍微慢点，没关系。哎，啊。啊啊！咱们稍息休息一会儿。别走，你慢点，休息玩就行。啊啊！肯定没关系。对，如果长时间不锻炼，突然走这个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道路就远一点，一步一步走吧。对。啊，这边有没有挑山工之类的？有。那晚上运设备就请了很多挑山工，是吗？我们带不上，对。啊，他们的力量应该还蛮厉害吧？抬着东西跟飞一样就往上走，是吗？对，他们飞一样的往上走。我跟您说，上的时候还不觉得，您下的时候就特别吓人。更累吗？下的时候累呀，还是它更陡啊？啊，你往上面走，它那个路就更窄。不是的，哇！哎呦我去！哎，这不到了吗？不是这个，是那边啊，有点像，有点像。啊，那再走几步。你记得没有来过黄山吗？小心脚下啊，这还路不好走，不好走。啊！哎呀！哇，远处的山，那鸟是什么鸟呢？鹰吧。这边有很多乌鸦。乌鸦，乌鸦飞这么高，啊，哇！今天我们在武当山，哎呀，要爬到山顶。我们这山顶叫什么名？金顶，就叫金顶。金顶是武当山最高的地方。对对。啊，对，那也值得呀。今天我们要爬到。绝对武当山，就是来最高的地方，一定要上金顶。金顶，啊，哎呀，哎呀，我的天啊！对，在这儿平地上面，咱们去歇会儿，歇会儿。豆腐沟村，对，啊。你要在歇息的时候给你拍一个，好，没问题，谢谢王老师，来帮我拍一个，谢谢。你们也累成这样子，哎呦，啊，我们也怕了。哦，上面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对，李老师，来，这没五星红旗，没五星红旗不让开放吗？是吧？那从这往上走的道观都是山已经很高了，到山的时候了。啊，再往上走的道观是都是明朝的东西啊，明朝哈，有六百年历史，六百年历史是一个什么一个那个一个功德箱，都是国家三级文物来的这样的，是吧？今天这么大早，是带着所有的网友，我们游览武当山。湖北名山，中国名山，也是世界五 A 级名山。超级走吧，再往上走吧。走，我们要爬到武当山的顶端、顶峰、顶峰、金顶。对，哇，今天我带着你们啊，游览一下武当山啊。
啊，我们要爬到武当山的峰顶金顶啊，要爬到那个地方。来最高峰能看到吗？哎，能不能看到？这边后面还有那位老师一块，要不然搞掉这个地方。你们在这儿呢？慢一点。那人呢？他们先上去采景去了，是吧？采空镜。走，往上爬。往上爬呀，往上爬！哇，这是道观还是？对，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啊。对，道教名山，这个是转运庙，三教祖师。啊，往哪里走？上这边去。哦，金顶。请戴好口罩。对，跟道教的师傅打招呼，您好，应该怎么讲啊？啊，知道，阴阳鱼。那应该怎么说呢？不用，不是，日安，您好，李老师好，好，OK， 您好，跟道教的师傅应该说无量寿佛吗？不用吧，不用。哎呦我去！这边，小心脚下啊！好，哎，继续，对，继续啊！哇，后面就有点陡了啊！这是非常陡了啊！对，越往后面走越陡，几乎就像垂直了一样。啊，哇塞！哎呀，跟他们说了吗？说，然后准备开始拦人吧。他们已经开始拦人了。准备开始拦人吧。对，咱们现在就开始拦人了。这边呢，大概能背就是明啊、清啊，这地方这时候，咱们派人来祭拜啊什么的。哦，他就是康熙年间的。哇，你体力真好！我靠，谁好着呢？啊，那小伙儿，你不怕得喘不过气了？啊，哥亲啊！好在这录像呢，摆了半天姿势。是啊，实在好难爬呀。您歇会儿，前面还有更陡。啊，前面还有更陡的。对，后面这个是最陡的。啊，不行了。杨二，走吧。老师，哎，你能别爬山，别坐华夏吗？红日之声，哎，这是万疆。有过风和雨，幸福中淌着泪花。来日还做中国人，不会入华夏。先辈之不离，不会不负韶华。哎呦天，这么陡。唱的抖不抖？对，这段得喘匀了再走，就是看那个山在抖。啊，你能合个影吗？太陖了。李老师，来，这个影吗？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上面有机会，好吧？等一会儿。我在这休息的时候，可以跟他合个影吗，李老师？一定要让李老师喘口气。好，四要喘口气。来吧，给他合一个吧。谢谢。你在这边，我在阳面，我来给你们。上边一段特别辛苦，所以老师一定要在这休息一下，待会儿。用美颜，我可没有老师那么高的颜值。没事，没事，有阳光啊、遮挡住我们所有皮肤的暗沉。后面走上来没？谢谢，老师说的特别好。好，来，来，欢迎老师来武当山。三二一，哎，我引子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三二一，